盘点那些虾人诛心的搞笑瞬间。欢迎阿姨，你过来坐吧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没事没事。姑娘，你多大了？啊，快三十了。三十了，还一公交呢？我姑娘三十了，都买车了。啊，是阿姨，我也攒钱给我妈买了一台车。但是她这么大岁数了，除了还得坐公交，她要遇到礼貌好的，能给她让她坐；她要是遇到没有礼貌的，她也嫁给了你，是吧，阿姨？让你坐传单就是不听，你现在冷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以前的男朋友，我说冷的时候，就会把衣服脱下来给我穿。还会叫我一声小宝贝。这去年冻死那个不？你看那男的，中间掰一块一块的，咬不进去。是的，可像我这样。哎，真牛逼！妈。你有没有一种方法能瞬间把人逼疯了？这样不简单，我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说话说到半。那第二种来吗？第二种来吗？妈，第二种来，你说话嘛，妈。睡觉。啊，萝莉，我被窝好凉。我也是啊，要是有个男生来暖被窝就好了。电热毯才行吧，男生哪有电热毯暖和呀？你不知道男人身上很热吗？嗯。小团也不知道。啊，我知道啊。总得找个地方给他停啊！你好，你好，阿姨需要。你多大？你叫我阿姨。我零零后呀。我感谢我当时上海那个前女友，她一直每天逼我买房子。后来我就跟他去浦东看了一套房子，那个地方叫陆家嘴啊，哎，长得应该不止十倍了。是前女友啊？老公最近好吗？哎，老公，你怎么把我内裤洗穿色了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没注意，下次我给你分开洗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我怎么穿出去见人呀？那我到时候我再给你买。接谁呀？没有什么。发型好看吗？好看。哪好看啊？这么丑。你的丑跟发型没有关系。
盯着你握啊，你不是老是看不清楚吗？哇，你那好清楚哎，真好。嗯？啊？咱俩分手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？你咋的？楼上又有人来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说你没受伤，你要怎样？一会儿我不怕你啊！那你，那你。有人花一千万要买我，你卖不卖？不卖。为什么呀？你又不值一千万，这种没良心的钱我不赚。今天我要是赢了，怎么的？你净身出户。那要是我赢了呢？那我净身出户，外加把我闺蜜介绍给你。你说的是吧？对。四个六，四个勾，四个 K， 小千，我就剩一张牌了呀！王炸，王炸，一个三，一个四，三不赢，好厉害的，我靠，没什么。老公，嗯，错了，我错了。没事，能取消。哇，我东西好厉害呀！电视啊，那。放假？放什么假？只有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才会放假。像我这样国家栋梁之才，怎么能放假？我就是来为人民服务的，干活。李子三，王炸！哎。一个二，再一个二，完了，不玩了。啊，不玩没事，啊啊，不玩没事没事，不跟他玩，不跟他玩了。几楼啊，美女？六楼。你没看见旁边有人吗？一点眼泪劲儿都没有。不好意思啊。美女，你有火吗？没有。没有火，你瞅个嘚儿。哎，兄弟，你的头发好着急呀、啊！能给我拍张照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不是，哥们儿，买个摩托车10多万，不吹日晒的，这儿没事儿吗？拿拳头跟谁聊天呢？跟你哥们儿。哎，我没有拿我手机。你哥们儿刚才给你发微信了，我给你回一下，跟你探讨100万买啥车，我给他回了，我告诉他买30辆 QQ。 刚才主播说对，一会儿摆个 S 型，一会儿摆个 B 型，就 SE。 你有病啊。我
有病，你俩没病，你给我单玩加上200块钱呗，还有100万的车。